在治水之余，我们也必须要配合地方的这个发展的需求，那同时也把我们这个这么有历史而且在文化跟历史的价值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台糖的酒精厂哈，可以融入在这个周边的环境，让这个周边的环境不会因为这道墙隔绝了哈。那另外呢，也有助于我们商圈跟在地的居民使用这些空间的一个可能性了哈，让我们这个虎尾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唐都又有一次机会变成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城镇哦。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计划可以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划哦，那能够如期如至，最好是早一点哈，让我们虎尾的我们的在虎尾的朋友，不论是在商圈或一般的民众也好，都可以享用到我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这么好的资产。好，谢谢。